球这样子拿来拿去，很多人都想说，大仙你就是，反正你这手脚不干净，就是会偷球一样的。我都知道大家这样想，因为我听过太多了，所以这次这样。哦，哦，这样子你满意了吗？这样几个？一个。你敢赌吗？你敢赌吗？敢赌啊！哎，那你敢的话，那我们就认真来聊。你敢赌红包吗？赌啊！红包啊！对啊，好了好了，开玩笑的，不要那么。没有人包，没关系。来，你再看哦，这也盖，这几个？一个。大家只要想象啊，我们就不要管红包的事情。想象以前你在路边看到这个，你都看到都这样子盖了，一边一个，你会不会玩呢、啊？这还有什么好变的？对，你钱下去之后，庄家跟你讲，你重点是要看中间这个球去哪里，看好哦。嗯、一边一个拿这个球碰这边碰这边，哪边一个哪边两个，看到吗？这好复杂哦。这里两个，这边哦，你会赌这里有两个是吗？好 ，OK， 过去，要不要改答案？那这里三个啊，回来都回来，要不要改答案？要改答案吗？改怎么样？不知道，我觉得那里应该三个啊，真的、哦，那就输了嘞。哎、欸，很可怕呢。你要是猜这边两个，这再盖起来叫回去，还真的会回去呢。那、欸啊、你要那边三个才赢嘛，盖起来过去没了，三仙归洞嘞。哎、欸，好强啊！很可怕啊！